这场比赛开始喽，由右边的是 Russ。好，奶爸一脸困惑。对，为什么？他可能想就是不紧张。对，啊，被抓了。现在这两位也是老朋友了，都是礼拜日新武泰的太极壁球团的老成员啊。但是 Kevin 现在自从加入 AJ 之后，有一个机体很大的进化。1-1，你这边会挡到吗？不会，可以，可以。哇，这球救回来喽！哇，哦，隐蔽性很强哎，身体挡住球了。刚刚是有蛮多选择的哦。哇，这个 boss， 即使是我们在这个角度都看不出来他要打 boss 啊。目前比较像下棋啊，都是直接 killer， 对，还没有那种热开，然后可以救这种制胜球的。哇，这球很深哦，蛮低的，拉不起来。哇，这球打出来了，哇 ，Kevin 的招牌啊，这个反手的直线压迫。哇，这球打得很深哦！好，这个就是压线。赛前有讲到的哦 ，Kevin 的直线现在真的是炉火纯青哦。对啊，点都是在很，就是最后面这边。对，就是一个你穿过去就你会很不好打的球哦。哇，而且看起来不是很容易截的。对，也很难截哦，因为他的挥拍拍头速度很快啊。我们这样会不会讲太多 Kevin 好话？啊，对对对，说好赛前说，他说他。哦，天天最怕我们两个讲评。哇 ，Russ， 这个前场现在真的慢了、哦，有点不知道是没热开是怎么样，就是好像可以救得到，但是又没有蹲稳。对。现在两个人的球速都拉起来了、哦嗯，因为 Russ 本来也是这种很会。对，抽深球的，打 kill 的，对，哇，就是跟你直来直往是 OK 的，但是 Kevin 的确有点进化，他的，他的直线真的是，尤其是他那个 low kill 在反手拍的 kill 也是现在一个很大的武器哦。他在正手拍的位置最厉害的是那个 boss 啊。刚刚 Russ 这个跟球跟到最后一刻变成 cross call， 又低又快，又低又快，对。哎、欸，哇，这球有点太过自信了，很放松啊！一开始出了蛮多 boss 的，都是这种隐蔽性蛮强的 boss。可以看 Russ 刚刚那个反手有点像要救的，对对，他是被压迫到。好，现在还是这个 lob 很漂亮哦 ，reset。哦。加压没骗到，来互抽直线，哇，这球有点压迫到了，又来一个反手了，哦，哇 ，Russ 这个有救的，有点 overheat， 对，你看他几次有让 Russ 那个弯腰哦，弯腰前往前往后，这个 ready 往前往后往前，哇，这个 ready 伤害很大哦。前后几次折返跑，对，可以看后来，看起来还是游刃有余哦，那个脸，很高，有，目前平衡啊，还有跑动是 Kevin 维持的稍微好一点，7-4，就是有点 interference 车祸，直接大腿撞上去，吃鸡腿的概念，看起来应该没有什么影响。可以继续比7-4。对 ，Russ 就是要再做贴一点。
至少不能在后场被攻击。看的刚刚看到 Russ 有在提防那个斜线的球哦。哎，加压，稍微松一点，贴哦，有贴有贴，这球很贴哦。哦，这种对 Russ 应该是比较好，就节奏没有拉起来。对，这个防守很漂亮。现在 Russ 看起来反而把节奏抓慢一点点。哇，这个是一个 loose ball。前球其实是他在 control 发动一个往右前方放了小球，太出来了。对，那球根本是太出来了。对，结果变 counter。对，本来是他在变化。哇，现在比数来到9-5哦。哇，这球要进去了，果然。看起来就知道会塞到那个缝里哦，那个弹跳有点就没有出来。对，奇怪的角落吸引力啊！但是那个点本来就是真的蛮好的，很深啊，很容易就会凹进去里面，只能用捞的把它捞出来。哇 ，Kevin 这个是进攻机会啊！对，因为 Russ 一样在前面也是弯腰去救他那个，应该是故意设计的。对对，但是那个是他的一个招牌哦。我打在中间的时候被他的那个 boss， 哇，这球有点短。啊，刚刚好的长度，得到第一局。不会自动怎么样？地板自动拖这样。好，第二局。好，第二局比赛开始了。哇 ，Russ 开场就一个 kill。想要一个 cross court nick 的感觉哈、哦。其实刚刚第一局，我觉得看起来 Russ 是有一点，就是觉得他的实力不应该是达到这个分数、哦。对啊，就是哦，这个点他弯腰很多次。这个就是我说 Russ 现在的罩门，他前场的弯腰变得比以前慢很多，他对他的杀伤力很大。哦，他现在靠宽度换方向的，把球用高度拉回来。好像可以哦，现在有机会，对，哇，好球啊！这样子好像可以哦，用高度把 Kevin 调动到后场。哇，这个发球直接得分哦 ！Ace 呢 ？Kevin 个小小乱流。Kevin 这个直线真的是很漂亮。哦，那是加压连压两球，哇！我这一个 ready 很不错哦，双方的那个哦策略都蛮漂亮的哦，哇，这个球做的蛮漂亮的，目前 quality 都蛮好的，这个 rally 哦，看起来是。哇 ，Russ 穿越一个球没有打好，付出的代价很大哦。对我们的那个神奇奶爸哦，你把球打在中间，就跟送分没有两样啊。没关系的，这一局结束以后就成为零分赖球。那是两点。两点。Russ 现在看起来有启动的更快了。哇，有点小脏、啊，有点小脏，脏脏的，脏脏的，应该是拍侧边框框的位置，拍框攻击啊。嗯。但是一分就是一分。对，有时候就是需要这个。哇，这个 taxi 到了，可是球居然打到 tin 啊！你面对 Kevin 这种比较会救的，就有压力，就想要把它做贴、做低、做贴，哦，应该是拿到。
偷袭很有效啊。嗯。哦，不该出现的发球失误来了。嗯。哇！这球够脏哦，这球够脏哦。他是压迫，把他站的位置有点压迫，但是就变成对，反而变成一个脏球，打出一个脏球，变成一个太低，比他想象中的位置不同。这有点像是救回来的球，反而变成制胜球，就领先了6-5。哦，心态可以 reset 一下，好好打后来。哦，想要听没进，想要听啊，对，看起来气势有点逆转哦。Ross 连拿了大概4分左右。哦，不 ，Rob 没有起来，造成麻烦，差点就回来。Kevin 还是硬邦邦的、哦。哎、欸，哇，这球居然没打到，有点失误。对啊，距离的误判嘛。对，因为看起来他敲到后，但他敲到后墙。对，敲到后墙，点就掉了。哦，哇 ，Russ 想要做一个 D kill 哦。Seven eight， 这一分很关键哦。啊，现在 Russ 还是1分领先了。对，因为如果被追到8-8的话，啊，出界啦。才刚说完很关键的这分哦，中后段自己又乱流了，有发球失误跟对，没有，几乎都是他自己失误，对啊，没有受迫的失误，这样会把难度再变高。哇，这球又进来了 ，Kevin 这个回的也算有贴啊，出界了，这球 lob 的很漂亮哦，到死角啊，一个 rally， 刚刚那一个 rally 大家都在。场两个场，这个整个场的最远的距离在互打。哇 ，Russ 这个心脏真的很大哦，还是敢攻啊，很想拼啊。对啊，可惜没有进去啊。哦，这球很低啊。哦、哇，这 Kevin 的招牌啊。嗯。这个 boss 变成真的很致命、哦。变成。天奈 gamble 了，对，所以刚刚说那个7-8的转捩点哦，没有拉开到9-7，真的是要命啊！啊，失误，都有拼太多了 ，big point 的地方拼蛮多都没有得到效果。对，而且其实刚刚那球 Kevin 提防，他已经先跑。嗯。球跟不漏。第三局比赛要开始了，前面两局由 Kevin 2-0领先哦。不过 Kevin 其实第二局是蛮近的，哇，这个小球放的也太漂亮了吧！不好意思，现在看起来有点泄气哦。Kevin 有 Love， 不好意思没有救到了。开局的 quality 都蛮好，打到拍子啊，打到拍子，他打到他拍子。有一个昂度，有一个昂度，有一个昂度。对。哦。按照退出。Russ 这个球直接抓低了 kill 啊！哇 ，Kevin 这个球放得很漂亮哦！选择很多。
那个 hold 得蛮久的。对啊，而且做的点很好。对啊，你就算看到也不太可能截击吧。对。好，现在超级奶爸，现在这个第三局分数拿得开哦。对。说实话，控制的蛮好的。对。Rush 的分数比较多是那种拼出来，蛮拼出来的。对，真的要拼出来。反应很好的那种，这个 boss 真的是杀手锏哦，根本看不出来哦。对啊，这个要速度非常快，比前面两局的那个 boss 都还要更低哦，更低一点。对啊，那如果之前 Rush 那个要救到这样弯腰去，刚刚那种球的确是救不太到的。哇，现在 Rush 越来越好，是已经有点无力回天了。Kevin 的那个气势现在。如日中天呐、啊！我又一个又一个，他连续几分都是完美的点呢、欸。对，就是、没有碰侧墙，超有自信的深度的就是没碰侧墙到最后的点，然后小球就是低到一个又低又贴，有没有？这个点又很好，看这个稍微出来，然后 Bose 哦 ，Russ 用高度化解可以砍。哦，有个机会出来得分，终于达到的机会啊、嗯！哇，不来又来一个！哦，重心往右边跑，往右边喽。对 ，Kevin 那个挥拍很隐秘，我之前在跟他打的时候，这个球都看不出来他要打右边还是左边，这是刚那一种。有点像你给他后场机会的球，嗯，哇，送出来了，没有把握住，还有，左身，在练球了，练球了，哦，又贴，贴喽，变线，理论上 ，Ross 也喜欢打这种抽直线球。对，但是我觉得那个压力出来还是有点尴尬。对，是这两手是啊。川子开半。哇，这个球给了 stroke， 有空间，有空间，不过裁判给一个 stroke。还好，八比二。左边，现在第三局的分数拉得很开哦 ，Russ 可能要靠那个各种逆转才有机会把这场比赛拉回来。哇，这个球是出来了，奇怪，他这个第一步的那个启动好像出了点。出了点问题是是，有可能他自己可能清楚，有可能他重心右边啊，对，重心跑掉了，对。要不然我看是说，哎、欸，怎么出启动完全慢，这个没进。对，嗯，对，哎、欸，开始自残行为哦，奶爸这样不行哦。领先那么多，掉一分给人家。这个哇，又来一个了。这个 Russ 这个弯腰真的是弯得很辛苦哦。我们用看着都觉得于心不忍啊！哎，这个不错，不错，不错！哇，这 boss 打得很漂亮，还持续在控制。Nick 来了，要打这种才是他的 game。但是现在的问题可能是他的油可能没办法打太多这种球。这个 ready， 就是那要到 let， 给到一个 let。奶爸失误了，可能胜利就在眼前，反而稍微有点紧张了。不然刚刚那个球，其实他已经准备好要截击了，是个攻击失误。对，截击的机会，哇，变成喂球了。哦哟，哦。Russ 刚刚重心也是偏右的，对，如果进的话，那个 boss 真的很隐秘哦。进的话大概就是对，就可能回不去，对，可能回不去。但是现在 Kevin 这样连续几球，连续四分哦，对。Six nine。
6-9，还有点机会、哦，还有三分的领先，只要再拿一分回来，哇，这个、松出来，加压，哦，很贴，截击，用剑被截，啊，勉强的。哇、哦！刚刚那个 Kevin 回这球的时候 ，Ross 已经娇嗔的有一个挨了一下，挨了一声啊，挨了一下，挨了一下。太浅了，太浅了。他位置是在前面，但是这球没想到那么浅。哦！哇，拼进一个啊！这是一个 cross court nick， 现在不拼也不行了。这是 cross court nick， 7-10的赛末点哦。Kevin 有三个赛末点。哦。救回来了，救回来了，好像有点，刚刚那个攻击有点溜球，对，这个、这个要看线，要看线，哇，要看线，我可能，对，这不好判，一个内侧哦，有点接近 stroke， 可是又有点空间哦，我觉得甚至我要看到大家那个角度看。对我们这个角度看起来是一定是有阻挡的、喔、但是裁判的角度应该比较Matchball 的判决是压力裁判压力很大哇差点出界哦、喔我觉得出界了，超前没人发现就继续了，没人发现。我觉得 Ross 自己是知道的。你算 extra life 啦， extra life， 哇，救回来，救回来喽！哇，是 stroke 第五转速啊，3-0。Kevin 的这个进这个。AJ 没有白练、啊，加等级真的有加，真的有感加升级。机体提升之后，整个爆发力跟稳定度啊。